哎呀，你们家都用什么油啊？我现在都不敢用台湾油了，我都去好市多买进口油。我也尽量使用橄榄油。但你知道橄榄油也有假的吗？你知道最近有毒淀粉吗？以前说饭盒也有毒哎。啊，你知道前一阵子有毒油吗？啊，我们刚刚讲的不就是毒油吗？啊，你知道从前还有那个毒苹果吗？你知道中国有假蛋吗？我们连喂石斑鱼都有假药哎，吃的鱼板跟凉面都有含铜哎，连麻辣锅也会含铜。防腐剂大家也很爱放，农药也像不用钱一样在用。但现在连吃蛋都有抗生素，还有可能有禽流感。那还有什么稀罕？现在肉类啊，还有瘦肉精、狂牛症、禽流感、保水剂和抗生素哎。吃菜，现在连蔬菜都有漂白剂，连豆干都不能放过，连春卷皮都有掉白块，感觉像这食安问题跟我们心中的空洞一样，没有止境。现在只有百般好用的椰子油，可以填补我在食安里的惆怅。Keeper 牌有机椰子油，让你就算面对食安，也可以有容光焕发的脸蛋、乌黑柔顺的秀发、一口清新的口腔以及健康蠕动的肠道。各大连锁量贩店均有贩售，里面成分全部都不知道，售出后一概不负责。若有出问题，都跟 Keeper 没关系。连婴儿的上身都会致癌哎。